对不对？你攻，当当，就在这啊！你不要配合演出，力量没那么大了。他的力量，八元怎么用？好，全在这，他就这样打，他没有多的招式。重点是你攻，合合，就这样，这边自己就打。啊，这一个就很强，这个就打。那你如果习惯了，你没有任何动作，啊，这边就打了。你手在哪边就直接就打了，你没有只有这个动作啊。对，一二三，这边主要是说我接到了，我身形就进了，因为棍是这样练的嘛。那你接手就是这样打，对，棒棒棒就这样打，就是这样发。主要你要有功底，你的功底就是这个。你的旋拧够，旋拧到一个，它就是结构性的力量。你如果没有旋拧，你这边要推，你旋拧它就是这个力量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用力啊，但是我这个力量，我旋到紧，你挡，对，我一放一松，又一个弹抖，来，一个力量旋，旋到紧，反方向放松，是一个反弹力量，所以一二它就下去了，它就这种力量。所以他浑身的蚕丝，他就这种味道，砰，砰就这样打。那你又单脚够吃重，已经都在内门了。你不管是这样也好，这样也好嘛，反正你步伐一上，这就下去了。你步伐一上，这下就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这样，你这样也是，你是这样劈啊。对，大哥，你那后面两三手都做一次，你就一次爆发拳。那我一个劈，砰，那直接就打。我劈他一挡嘛，他一挡我就负责抓，这个横打就进去了，上就上去了。消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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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音。要让劈，八级也是这样啊。我要劈嘛，我劈你一腿嘛，就撞进去啊。对，他横冲直撞，猛攻进去。那劈挂不是这样练吗？劈挂是这样练，这个就是靠啊。你劈挂上，啪，这一下就是挑。那到这边，他就撞，撞就往上打了，打下裆。打下裆，你再退，劈再一个崩。这时候如果一抓，抓到这，要打这边，刚刚甩把，啊，就这样打。